无物个动腔的事情。我参加课程社团就是会，哦，这是很腔的一件事情啊。社团很风行嘛，早期都很风行。哦，有参加过是吧？对对对。可是你还拿走人家第一次是怎么回事？还在这个棚，你还让秀晶姐哭哎！这个棚，对对，就在这个花市这个棚，你让我哭了，你忘记我哭了。上礼拜又邀请到东都来宾来讲解到老爸爸之间感人的故事。下礼拜的节目继续延续上礼拜，又邀请到东都组来宾来唱歌分享解到老爸爸也是老公之间感人的故事。一下大家就向下来欣赏今半夜精彩的节目哦。张浩，
声音好，摸一下，摸一下，给你带摸下来哈。哎呀，我聪明而摸的啦。你聪明而摸的，聪明而摸的。你要朋友哦。哇，哎呀，朋友，哎呀，你太太，师母。师母很孝顺，对啊，师母太柔，柔啊，真真紧柔哎。你都当孝顺嘞，你看鱼起了两毛钱，对啊，你两个安尼看伊比起来就感觉就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哎，真的嘞，安好啦，孝顺，真的真的。我微信上面一些双鱼了咩，看伊了毛枪加颜色。哦，对对对，脖子都肥肿了，哎，八十两岁脖子都安尼。你要一次骑得俩吗？哎，我过去了。你要站在师母旁边。来来来来来，鸦片鸦片，哈，哇，这难得的机会，有够闯了哈。爸爸这张鱼办法油枪都师母了，都安尼献丑。因为爸爸真个老多摸的嘞。哦，很摸的，讲爸爸样板的。嘿啊，结果系本样哦，师母来呢。哦，两个样的认识嘞。哎，做得本样样。用的英式的啊，师母先讲。民国54年的时间哈，54年，我讲开放我嘞，做，佮竹筒啊，有三个比赛啊，天长鱼啦，佮过了啊，先啊，佮庄头啊，台架是当现场三个，竹筒，啊，我妈妈让我叫，佮嘛当好抢三个，结果我对门是几个白兄弟，佮咪闯头东东人来抢三个。哦，我就真好啦，我是也有去练啦。啊，练很基，就是讲天长日来长冠军，冠军来国师，伊是从嘛来啦？哦，哎呀，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哎，来到大家交流啦，当地人开玩笑咧，嘿。俺爱家下58年几那冠军，过了俺都是在安阳学士嘛，俺民国60年。我们就结婚对，就是他那一些猪朋狗小兄弟朋友结拜兄弟，就是那么一直哈撒泼这样子，对啦，他的结拜三国，他结拜见强下哦，又好识阿娘哦，啊，这样是有最有谈过几名诶。有啊，有名啊，冠军来搞笑啊，唔咧相吉相当久诶，因为来。拜把兄弟哈，都加对门嘛，因为机械呢，然后广东也是联系嘛，因为田中义必须出身东台回乡嘛，对，啊，广东义也很爱，可能只是要拿到冠军呢，但是有喊是常德威去洗手说，同事看到对面，哎呦，你的对面是阿妹按墙，互相按头一个哈，很比较对现场啦。啊，不明来，隔壁兄弟讲，哟，你都有去上班，头都歪做对了哈。嗯，也一讲一闹嘛，闹，但是那接受了。哦，其实讲很可能啊，我本身那老师了，明来自家玩。哦，你老师，对，自家老师老师了。有老师呀，你经常是看上几个演员，哎，老师啦，投入呀，一问天啦，哎啦，好，配上好对象啦。对，啊，又会唱歌诶。哦，伊老师又好诶，安尼投入。投入哈。哦，做安尼就被钦佩了。太棒了，这靓仔又中医，非常中医啦，还有两张图。生气了，又系三个姻缘。三个姻缘，哎，没黑哦，没黑哦。对，三个的结缘，嘿。黑啊，哦。哎，安尼咩慢呢？人家认识6年才结婚呢。6年哦，系嘛？六年结婚，哎，咩算慢呢？个样子，好，因为杨白娘嗰阵时咧环境唔系当好，哦，你各方面都要考虑嘛，冇错，佢一种考验啦，冇错啦，哎，结婚一多年呢？53年呢？哇，53年，啊，不冤家嘛？都少少吧。魏老师在你心目中系乜嘅？都少啦，都唔会。人家是骗人的啦，唔讲哎，两三唔会
太严格。不会上大，不会上吗？好，不会上吗？生闷气，没有冷战，对呀，因为有咩呢？哎，哎，人生观哦，两公婆会缘分嘛，会互相尊重、关照、关心，所以讲，当然啦，上下个闹别扭是免不了嘛，不是想吵的，那更不要讲说想打想捶。哦，老婆永远是对的，以后的太太，对对对，哦，熊大魔啦，熊大魔。什么面膜？想法想法啦，就啊，公爸婆，对，想法而啦，哎呀，哎呀，哦，今天初一啊，感情怎么好啊？系冇？对对，因为我知道微信上都不爱影响啦，虽然我开始接触客家事情啊，认识到微信，微信是非常一笔诶善良哦，一有修养的修养，非常有修养的一位老师，真的。老实话讲啦，哎，人生四点底杯哈，无计较两件事。哦，啊，咱计较做嘛东西？对好省的咩嘢啊？哎，老朋友相交嘛啦，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啊，世界上有安尼个俗事嘛个东西，系缘分啊。做嘛？所以讲，头先伊讲嘛，经验不是啦，哎，可能系用嘅。心态动，还有啥？哦，不会计较。动乐观，唔讲人长，唔讲人短。哇，也真的很好奇。哎，够难得嘞，哈。这个目前时代下面唔会讲吗？系啊，时代下面不会用那个讲吗？不会用白用白，不会条条讲吗？时代下跟微信上一样诶。呀，其实讲啊，其实一老师啦，有一身忙嘅人啊，哦，有。其实对这个客家文化哈，喊那什么？哦，真的，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对呀，跟教学生的一教死一教死，哎呀，啊，这个字你咬字不清楚，他会一个字怎样子？对对对，很有耐心。我真很佩服他。啊，佩服。对我都没有那么耐心。其他一对毛哈，唔会买马灯路松喏。对呀。跳白毛啦，跳上海时间毛啦，跳上，跳上可能还辛苦啊，为了三餐啊，你哈年纪好多嘞哈，你是像那上一啦，结婚纪念日啦，去外卖，哎呦，那你也蛮浪漫的呢，对呀，还不错呢，戒指啦、项链啦，什么小礼物他都会买。哎，后生也是这么了。哦，他现在就是弥补你，知道吗？哎，我想到有没有以后啊？哎，冇老来办嘛。时代行堂共还会做公益活动呢。哦，公益活动你是忙有退休的时间，你就参加那个选手队。选手，选手，安普台湾啦。哎，跟没辛苦。选手队，对啊，选手，我想说选手队。不是选酒队，选手队，选手。你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老师。有他选手边手边拿着酒，拿着酒选手这样。以前跟沙琪有个赌坊，选坊那个赌鸡老人啦，也没参加啦。沙琪也健康讲座，他什么都会啦。嗯。长寿俱乐部给他时常去唱歌。本塔卡汤啊。哦，真的没音乐行嘛，众乐乐哈，众乐乐，音乐行，就会讲独乐乐，唔会讲其他带礼物卡，给不出去啊，同大家分享嘛。对对对。2008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些事迹啊，所以当选模范父亲啊。模范父亲哦，2008年。哇，这个是有人推荐嘛？要。哎，有胸片。哦。哇，那是副教之光。严长松啊啦，哦，那是主动正工作，正该正长松啊，福德楷模，还有一朵啦，还有一朵，哇，还有一朵啊，还不止一百就出来哦，哎，不过金币，哎呀，八百只啊，1951年那个，个婚姻，应该一朵花会同对方讲吧，咁实的不卡，我对人。丈夫啊，对着老婆讲，哎，有共工嘛？个深度会发嘛？
来加一十 TV， 加十 TV 了。加十 TV 了。先不先穷嘛，啥回事 ？Lady first 哎呀，好好。师母先哈。现在忙钱老师了。哎，无奈何欠啦。无奈何欠。钱蛮少。各方面哈。尤其啊。身体的方面。呀，所有方面的，俺听俺什么制作单位，其实我摆了安置生，有个机会本来两三来了表演，第一摆呢，有机会好讲一下，真难得，哎呀，系嘛，俺记哦，真好啦，健康是百年，好，还有，结束不要你客家文化来分享，哎呀，还是动漫少嘞。先生，因等一下，旁边是椅子。对啊。他讲演技的嘞，传授客家文化。给我先生有冇办法像对人太太、好太太的讲啊？贵夫人讲一下。第一，缘分。肯定，肯定。啊，第二哈，佮当辛苦上班，两个人共同维持爱一个家人。哦，好在佮样人。俺个那个是小朋友，全部逃兵呀，各有当好的出路啦，哈。所以讲，他正喺恁个本人推荐模范父亲呀，来呀，让恁来啦，哈。还爱总讲，很多身边来，俺咧平平淡淡，活活乐乐个过生活，还爱有几个太太。谢谢你，我爱你。哦，抱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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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来纳米哈，纳米哈，纳米哈，永永远远跟我一样哈，一个爱的抱抱。继续到沙堤做公益活动，做到哎你，哎，声音未讲，我推起的时候，一直来推下来。梁沙洲做喜欢嘅事情。我见面，能够来合唱，当然佢一成功过哈。什么天使台？制作单位啊，你的辛苦很认真。我对三个方面，爱第一部分哈，爱来老太家来分享。中国爱将客家变到头档嘛哈，为样板来提升，因为客家三个的水准，我头先讲，因爱使命，因爱责任啦。哇，他举头三尺有客家，真的，希望两位啊，两位做的健健康康是帮你哦。好。继续来发扬客家文化，好，什么两位，多谢两位，好吧，谢谢两位，对，多谢两位，谢哈，谢，感谢，也可以哈，莫按一看了介绍下一组，下一组，好，下一组是法神还有孩子们，介绍，法神老师那个孩子们的好听的歌曲，好，我弹来给我，来，带滚他个糖。听口令，吃家属。两天前爸爸节，要不要跟爸爸说一下？两个跟爸爸抱一下，然后说爸爸父亲节快乐，来来。父亲节快乐。
车树，吱吱吱吱吱拍车鼓，拍车鼓将农民吓死，生病嘞离开过。来介绍一下自己。罗玉成，你是谁？你是谁？先从你来好了，哥哥，你是哥哥哈。好来，你跟观众、观众朋友啊，对啊，你今天穿那么帅，那个摄影机后面。你是谁？我是罗玉成。罗玉成哦，罗玉成啊。哦。啊，那个是，那个是我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罗静婷啊。啊，你爸爸是谁？罗华生，罗华生啊，不是罗时丰啊。哇，你爸爸是罗时丰，你阿公是罗时丰。阿公，阿爸，阿爸是有点。所以你们要叫我阿公，知道吗？你们有看过我吗？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好，不要看那些有的没的。你也没看过，你也没看过。你爸爸都不让你看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你有看过手机吗？他之前，你知道他去海选的时候，他的玩具是什么？什么？一台计算机，我都要流泪了。他就问几个，哎，你要让你拿给我走嘛？他说那是他的玩具啊。然后就在那边算算数。你不卡东西，等下用三 C 啊，所以我们都给他尽量就是一个教育的方向。哦，所以呢，本身在欣赏嘛。对啊，那时候他刚好背九九乘法了。哦，对，所以有用吗？有用吗？有啊有啊有用，所以他在数学方面是很强的嘛。哦，真劲哎，有有有有。哦，还是哎，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现在乐透彩的号码？报名大黑人问号，那你好好栽培你儿子好不好？我们保持联络，我叫他尽量算，你现在好了，尽量算，数学学好，数学学好，以后你如果算到的时候，我就给你钱，然后你就号码给我，然后我就拿去签，哦，好不好？他爸爸跟他说刮刮乐了，啊，刮刮乐那个是靠运气啊，啊，那个算那个是，哦，好吗？好，可以吗？可以，好。他妈妈在外面都要翻白眼。真劲！哎，刚刚两个哎，给他唱那个国语很可爱呢。对啊，一起给他国语吗？黑白糖豆呢？哎，也是国语 say 饼力太广。嘿 ，say 饼力太广。然后这是今年度那个苗栗县政府的他们那个对广场舞大赛的指定歌曲。哦哦，对。嘿，你瞎哎？没没有，那司令写的，司令姐写的，司令，对对对对，他写的歌，然后他跟政府配合，然后我们找配唱人员，所以这首歌是我儿子去当配唱人员，然后给那些婆婆妈妈当广场舞，在政府举办的大赛，罗玉成唱的就对了，对，就他独唱的吗？对对对对对，真的。哎呦，刚刚那首歌是你的出道作。
哇，你这么小就出作品呢？对啊，进录音室去唱。对啊，人家那么小都才出尿片，你就出唱片了嘞。对啊，对。啊。真的很强哎，疑惑这样子，对啊，所以很不简单，也谢谢那个啦，司令给这个机会啦，因为其实他每年度的地方，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有举办这个广场舞比赛，然后都有固定的指定曲这样子，啊，一般来讲都是三首歌曲啊，好，然后就让大家很多人传唱，还有很多人对大家跳舞的歌曲这样，所以每一年都会播他唱的歌，对。都会邀请你去吗？啊，所以你在苗栗国也有贡献呢。对啊，很棒哈，对不对？你很棒哎，是蒙你，蒙您，是蒙您，是蒙您，蒙您。玉成，玉成，我问你，你平常爸爸对你比较好，还是妈妈对你比较好？差不多。差不多哦。那爸爸，爸爸平常会，我看他，可是他没有买玩具给你，这样子可以吗？有时候会啊，有时候会哦。你表现得好的话，是不是？爸爸对你会不会很凶？会吗？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太犹豫。凶到怎么样的感觉？有没有打过你？有打过。有打过。他非常肯定。啊？怎么打？就是直接用手打。哦，打哪里？打哪里？有打我的肩膀。肩膀打你的肩膀哦，那打你会不会不高兴？你会不会发脾气？你会不会不爽？会哦。对，那你会不会打回去？哦，不行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对啊，我跟你讲，有一个方式，爸爸如果打你的时候，去报警。把他报警啊！你家暴专线。某了，他就拍拍他肩膀，他就做错事情被惩罚，对不对？小孩子真的有一半有一半一个某爱松口啦，在家里一直闹啊，所以那时候闹到就是我，因为我早上很早就要去上课，所以我们起来好了，对不起，对不起，突然觉得一直仰望你，蹲不了太久，搞不赢了，对啊。就那时候，因为我赶着那时候要上课，对对对，我要去教课。然后那时候我也很紧张啊，然后他又不去上课，所以我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让他稍微冷静一点，冷静一下下。我觉得那是我对他最严厉的那一次。哎，按有没以后本给其他凶一下，他哪里做错了？可是可是我做完的时候，我当下在上课，我一边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哦，其实我蛮难过的。有人内疚，对的。对啊，我会觉得好像又做太过了。那他有怎么样吗？还好吧，应该吓死了吧？应该还好啦，因为大概才两三分钟了，应该还好吧？啊？还是其实太久了？关了两三分钟。里面黑的呢，你把灯也关掉吗？对对对对对。房间里面哦。厕所。哦，厕所。没啦啊，房间房间对对，房灯关掉这样子。对对对。哦，让他稍微冷静一下下，可他出来就比较好了啦。哦。可是自己就有点内疚。你还记得爸爸这样关你吗？记得。抓关的。我以为他忘记了说。哦。那你那时候在里面是干嘛？哭。哭哦。就哭两三分钟啊，一直哭。后来你就自己出来了是吗？不是。不是哦。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会开门。还不会，那么小的时候，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啊，后来你们就把房门打开，看看他有没有好一点这样子。等到他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给我时间，对，愿意冷静的时候啦，就让他放出来。那你现在如果不乖的时候，再把你关进去好不好？不是，妈妈有时候会把我关到阳台。越关越过分呢，关出去晒太阳是不是？那你有觉得自己做错事吗？以后不要被。这样惩罚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要学会这些事情嘛，哈，对不对？OK。真的很帅耶，他很帅啊，好帅啊！妹妹也是很可爱啊，很漂亮，对。而且他爸爸其实对你们很好啊，还会让你们去学喜欢的东西，对不对？有吗？学什么？有啊，你喜欢什么？跳舞课。妹妹也喜欢跳舞啊。静婷喜欢跳舞吗？你有去学跳舞吗？静婷，你没有，你没有。你刚刚跟爸爸都跳不同方向哎。啊，那你学的什么舞？对啊，忘记了。你们会跳什么舞？你有学过什么？你跳舞，然后还有学过什么？不会跳马来舞。跆拳道。跆拳道。跆拳道。
下次再来表演，下次再来表演。哎哎，这说真的，你还这里。这我也是看着他长大了，真的。你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爸爸就在这边了嘞。哎呀，第二个是从国毕，所以阿多亚哈，然后还蛮幸福。那个时节就按成家立业了，然后老婆那时候现在变成三英名师，就带着来，然后一直我还想说。一次去日本对男友，换一个，一直都一样的。哦妈，给恢复开你的感情以后，很失望啊！就到现在，然后又不出这两。他每次都家庭礼盒的呢，认真听。鬼族哎，鬼族哎，全部都整组一起出去的，真的，真给人家一起。嗯，当了爸爸以后，有没有觉得真的很辛苦啊？还好，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要改变跟调试，甜蜜的负荷，对，真给啊，因为以前可能。现在因为教课都满满的，所以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都在睡觉了，然后呢，就会觉得好像对他们好像有点愧疚，就是没有很多时间去陪伴他们这样子，所以就尽量啦。然后假日的时间可以的话，如果没有表演场的话，就是在家里尽量陪伴他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出动这样，边表演边玩，然后就尽量就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是，对。然后呢，希望就是以身作则啦。那在家里我也觉得可以比较陪伴他们，就是不要用到3C 产品啊，或者是电视少看一点，所以就陪他们阅读啊，陪他们讲故事这样子，尽量的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生活这样子。对，不要被社会这个染缸啊污染了。哎，对啊，警惕自己，他有教育理念。对对对对对，哎，你看现在爸爸妈妈都一直陪伴你们，对不对？啊，你们长大以后。爸爸妈妈会老嘛？老了以后就换你们陪伴爸爸妈妈。哈？什么？上天堂？爸爸妈妈上天堂？有点太早啦，罗敬亭。对啊，对啊。哇，真的。那玉成，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还要爸爸提词吗？谢谢爸爸照顾我。常带我去坐游览车出去玩。哈？长大你要买一台游览车，载你爸爸出去玩。还是你要当游览车司机载爸爸出去玩？是其他的活动，有活动是坐游览车出去。还有去哪里去玩？出去玩还会去住饭店。爸爸会带你们去坐游览车出去玩，然后还住饭店，对不对？会住一两天。住一两天哦。你很开心很喜欢吗？对。因为你个狗冲板懂得会发动啊，发动那个坐游览车出去玩。所以你要带着老婆小孩就一起去。对对对对对。阿姨啊，其实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会当帮忙照顾。而且很多大哥大姐帮忙照顾他们。对不对？按灯一下，哇，真的很棒了，很幸福的家庭。哎呀，事业又非常的顺利，真的，小孩又这么漂亮，这么帅，这么优秀啊！两天前爸爸节，要不要跟爸爸说一下？抱抱，给爸爸一个抱抱，然后要说什么？两个跟爸爸抱一下，然后说爸爸父亲节快乐，来来。爸爸父亲节快乐。乐敬天，啊？父亲。父亲节快乐！祝爸爸上天啊，不是，祝爸爸跟妈妈一直很恩爱。接下来哦，这个重要了，要走了，这个重要了，这个重要。今天有我认识的人来了，有我认识。对对对，我同爸爸穷阿聪嘛，所以我今天也没办法邀请我爸爸了，我爸爸不在了，今天吉娜。邀请他爸爸来到现场，跟爸爸穷哈冲一条荷塘的歌曲。好听的荷塘的吗？仙塘上来讲啊。吉娜跟彪哥来。阿彪哥。他的金是默默陪。永远。他骑的摩托车，然后载着晒衣杆，转弯的时候。打到后面的人，后面的那个就被晒衣杆打到了，那个人也就哈查，就说啊拍谁啦拍谁啦，就是然后后面那个人还是很生气啊，说阿贝你怎么这样子？你买晒衣杆你要走路啊，要拿力的嘛，你怎么会横的这样子，横的这样晒衣杆这样？然后那个人还是很生气，后来我爸就更小胆小，我后面有也没打眼，还有个警察车。
还是直的。哦，还是直的。爱说笑。哦，对不起哦。跟那个没有关联哈。庐山真面目，彪哥啊，哎呀，彪哥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海螺哥啊，阿彪哥，刚刚画面看起来多么祥和啊，真的，哎，两个真的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好像哦，因为腔都按腔啊，哎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不是？对，拿狗得位啦，对呀，哎呀，我要干靓仔一雄腔啦，腔啊，哎，腔哎，讲出讲出来。对啊，姜子威嘛，甘蔗呐，姜出按右手的摸的，按摩唱歌的，加糖一下，哎，感觉起来，真的，你的喉咙，你的好歌声真的是遗传到。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哦？有啦，我爸唱歌能弹得到我的嗓音哦，唱他都丹田有力，我在我台湾，那厉害，你嗓音真的遗传到去，真的哈，对，太厉害，安子西哦，不敢拿金曲奖，安子西，哎，哇，真的看到哎，爸爸真的好。爸爸妹妹八十岁嘞，我八十岁啊，嗯，哦，那个破不破永，哎，破不因为我们胶原蛋白都很多，七十两年出第一个出道哦，很有那个成就，生癌了，还好，我做个那个台北国泰医院对面开店哦，加冯生也冯生出一栋，你在台北国泰医院，我们家以前住216巷名人巷，啊，真的吗？嗯，哦，那时候有在那边开一个那个面包店，不是哦，你在那边开面包店了，阿爸啦，对。哦，第二面可以啊，福乐羊，哦，真的呀，哇，他的面包店叫福乐羊，因为我爸以前在福乐很低嘛，又在排那个福乐奶品，快差不多几多年啊？七年应该有吧？我在做福乐烤面皮做过两班，哦，所以你是福乐
他就叫福乐，然后羊，去搞他来创业嘛，去搞他来创业，就可以面包店嘛。对对对，哎，爸爸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老实的，很认真，很认真工作，然后就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那种人，对吧？你觉得你爸爸是呢？实在，夸了，夸奖了，夸奖啊！你形容一下你爸爸嘛？爸爸很勇敢。挺乐观的人，乐观，非常乐观的人，他很乐观。嗯，啊，佮头摆当然，因为按细个时节开店的嘛，古早细个时节就我做生意的时节啦，家家会统不卡天数。但是我爸是一个很认真也很负责任的男人。啊，不管做嘛事情啊，穷还开店妹妹黑啊，那头摆开做船店嘛，我以前开早餐店的时候，他还会来帮忙。哦，他跟我妈就帮忙你们在经一起经营这样。对，就刚开始张奎师时节相共，可能生理无暗号嘛，就为了天数啊。后有一段时间，我店里边哈要转换为搬回自己的板桥的店，那一段时间我就帮协助他帮忙。对。所以那个空窗期啊，空窗期就帮忙他。对，那把他做一兜一兜的事情啊。哦，真的，所以你开早餐店其实是你想开啊，但是爸爸妈妈在顾。爸爸妈妈出钱，我张斌要拿多少钱？哎嘛，哦，所以你给用为上个比开安尼早餐店，应该他的自己的兴趣吧，他自己的那个心态很想呢，他好动嘛，好动。他办公室哈，办公他坐住待不住。哎呦，做这个，没有答对题目哎吧？做这个行业，所以坐不住，你就是想说让他自行发挥，想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对。公司菜帮阿爸阿妹对安利夫卡的生意呢，他们是比较放养教育的。哦，可能有上司就会讲，其他都要自己也对自己负责任。对，放出去，然后记得回来就好了。对，然后出去他说你要 check out 啦，啊，回家的时候想到回家啦，不然。千万有个情形，你跟你爸爸感情应该都很好哦。以后啊，你在刚刚在私底下，你们哎呀，好像某胎某妻，对，就是对吧？因为对某胎某妻，他叫彪哥啊，哎呀啊，我叫他名字啊，他都叫吉娜。你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当然会叫爸爸，真正的就是爸爸啊，就平常。阿平哥啦，彪哥，彪哥，因为我不会太气，他都很给阿平哥。哦，是这样的，是这样。对，所以我们就跟着叫阿平哥。哦，还好你不姓严哈。嗯，好笑的就是，连我孙子说，对，叫你彪哥。光彪为什么不那个安彪哥这样？为什么不是光彪哥，是阿彪哥？彪哥，光彪哥，因为阿爸名叫光彪。光彪哦，光彪啊，样。光明的光彪哥，彪哥，彪哥，现在吉娜这个，你看他现在在地位，他的成绩暗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光荣呢？他是大家的关照了，因为他自己本身哈，他是很随性。随性的，他个性真的很好，对人家很互相。他也是广结善缘，各个长官啦、朋友都是很那个。他人缘很好，有用心的在经营，大家都很关照他。你来试菜发了？我在家里也是这样讲啊，真的呀。他们都子女都很孝顺。他在家只要有空的话，有充分的时间，他都会回来跟爸妈拿钱看，有钱拿我就躺平了，继续还出来赚钱。现在这个时代哦，别谈钱了，不要谈健康，叫你不要那么市侩，哎，谈健康就好。嗯，黑毛，要靠自己哈，哎，靠自己，好，靠自己，靠自己。但我爸公司才发样样还没一胎啦，因为几个个性吧，他的个性。那知道，就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很严重，哦，穷矮有场子，应该还记得有一摆，就会有一张 munting 啊 ，mungi 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心情不太好，那就 mungi 啊，讲，啊爸，你不会觉得，你会知道讲，你结婚了要供生银呢，哦，因为买房啊，你又买房子啊，这些事情，就是生活压力压得你担子很大，你有会你会想过有一天孩子会长大，然后房贷会付完这种事情吗？嗯，阿爸就同来讲一句发听听，他就。想着想着就有了，居然用一激发，他解开我心里的千头万绪，这样子。嗯，那石头简单的一激发，不过俩就会给他一个神发个态度，心想事成，就是。对，就是那种感觉，哎呀，哦，想着有啊，哎呀，想着想着就有。哦，千言万语就化作一句很简单的话。
我讲啊，吃肉了就这他在执行，还是你爸爸敷衍你的？也有可能，那有可能你没谈清楚。他在家是排行老大，老大啊，带下有一朵哎，哦两哎，他责任蛮大了，对弟妹们哈，他们都真的很有爱心，很关心的关照。妹妹的感情也是很好，也是互相刁来刁去这样。一定要啊，而且妹妹还一直嫌他的唱歌唱得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叫妹妹上来唱一下他的歌？好吗？让他知道一下站在C位有多辛苦。好 ，OK， 好，你等着，好不好？你等着 ，OK， 好，今天先让给爸爸，好不好？爸爸剪，爸爸剪，上次他得到金曲奖的时候，给你一个心情呢？那个心情就是我们全家人哦，跳起来，开心，开心的，我在电视上，开心，原来跳起来，开心的流泪，有哦。他们是我的幸运，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记得全部猜烟囱，后来就宣布我得奖了嘛。俺记得俺从头 T G 发就会讲，我妹问我说，就是什么时候要把面子拆开来哭？我说你现在可以拆开来哭了，差不多这样有个意思。感谢，我觉得我家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靠山。当然，我知道这样用。家庭本来就是，就是我们的一个避风港，没错，对不对？对，你看我爸有没有多移花？哇，他还把这个换成他的脸书大头贴，有没有拿在路上一直走的？这是我女儿的，这是他在。那这样会被警察抓走，人家以为是凶器。他拿在我手上，让。爸爸这样过瘾一下，是这样的，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哎，真的是要很有实力才能得到的嘞。他得到的奖杯，我都是一个酒柜的橱窗，我把它一一摆出来。你去给他当你的橱窗哎呀，没啦，本来酒柜，他本来要挡酒柜，蛮宽的，就是说有一二三四层。然后你把酒喝掉，然后放他的那个。没有，他把什么东西都放酒柜。我倒不喝酒，所以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随性，我来。一手是酒了。对对对，那给阿妹唱歌的，吼，那遗传到你嘛，对嘛，吼，系啊，阿妹除了加个客家本色，佮较传统嘛，哦，他佮做第一个，阿妹唱嘛佮歌的嘛。平常是快乐就好了，我个心态就讲啊，你过生活人生嘛哈，就是快乐健康为第一啦。我爸其实很会唱于天大哥歌啊，他有指定歌曲。你比不论想问问讲，你会不会唱罗大哥就罗哥的歌嘛？啊啊啊！啊 ，Hilary 就他喜欢于天嘛，他就说他唱又是细雨。哦，我就讲啊，你不会唱罗哥的歌吗？他说又是细雨，罗时峰应该也很熟吧。你有唱？我有唱，我有 cover 过这首歌。哦，真的哦，阿周的同乡阿哈冲。这首歌是孙琴的歌，孙琴哦，又是细雨，这孙琴哦，孙琴，后来于大哥以前版权大家都翻唱来翻唱去这样子哦，对对对，哦，那就带来这首歌了。罗哥跟你一起唱周邓吗？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他搞到唐五冲了，哎呀，先冲，你先冲哈，好。那小潘老师麻烦你，又是细雨了，嘿。细雨使我又想起你，你是落叶的秋季，我却不觉得寒意，渐渐地等下去，是无情义，只是悲欢尽色笔，不得已不得已，我俩才分离，请你请你不要自暴自弃，快回
变成你要不要来比赛吗？你要不要来比赛啊？哎呀，来比赛啊！来比赛啊！快乐就好了，就是就快乐啊！对啊，对啊，我们你来比赛，我们应该会很快乐。对对对对，比赛以你的歌唱程度大概一关了。我拜托一下评审两老师看看看可不可以两关呢？来吧，我觉得你爸应该是锵锵的人，对不对？太锵，对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他就活在他世界的嘛。没唔该呢，你的朋友。有青岛呢，哎呦，给他朋友一朵哦，嘿，你做嘛个，你做过嘛个懂腔的事情吗？我参加客家社团客属会，哦，这是很腔的一件事情啊。一般社团很风行嘛，早期都很风行。哦，有参加过多少？对对对，啊，所以说那个跟社团哈互动很好，有时候他们需要我们服务哈，要产品要游览，那时候很流行。哦，就是这种状况之下，就跟你买面包之下，跟我们订货，跟我订面包，像这样子的谈话进下去，是不是就很荒唐？就是带动一点生意的。你说一下，你爸爸有什么强势来的？那巴一斗一神奇的事情，来讲一下，讲一下。就说，像例如说，他会骑机车，吐槽。哎，你还真是嘞，好冇？嗯，你还是猜吧，他会骑机车，他买那个晒衣杆。就是我们很长的那种山羊，山羊大概有五公尺有一重啊，一重。他骑的摩托车，然后载着山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载的。后来20年前，转弯的时候打到后面的人，后面的那个就被山羊打到了，然后人也就哈查，就说啊，拍谁啦，就是然后后面那人还是很生气啊，说阿贝你怎么这样子？你买晒衣杆你要走路啊，你要哪里的嘛？你怎么会横的这样子？横的这样晒衣杆这样，然后那个人还是很生气。后来我爸就更小灯秀给他说，我后面有也没长眼睛，还有个地方超气，没有横的啦。还是直哦，还是直的，爱说笑哦。哦，对不起哦，根本就没有观念哈。不是你那个直的，你转弯的时候会打到人啊。吃了没穷用啊？对啊，你猛油门打到会不会你？红的是这样，哎，红的啊，但是你这样放直的嘛，放直的，放在后面直的嘛，我就慢慢骑，就慢慢骑啊。你转弯的时候也会打到啊，对吗？会啊，他就打到了，还是要注意到啊。但他后面没长眼睛啊，所以他就还有他就是他很多事情，他也曾经去菜市场买菜，阿 Key 就骑了隔壁的摩托车回家，然后后来他想说，哎，茶当空不用的东西，用同来买某空用哦。然后又骑回去，那个人差点要报警。对，过年的时候一模一样呀。过年的时候，摩托车一模一样，重点还可以发动回来。然后就说，我就觉得奇怪，我刚刚没有买这些东西啊。然后我想说，你已经觉得奇怪了，你还骑回来是怎么回事？韩式油沟一百，其实那钥匙完全一样，发动真的骑又回来。感觉不对，我们马上骑回去。你有感觉不对？哎，当然骑回去了才感觉不对。要转念就要那个处理，要是回家才转念。人家报警。还有过就是去我们家路口，上楼上，大概100公尺吧。一百公差个片哦。中药店买胡椒粉，俺们弟弟用的桥都买去，他就骑车去。后来买准买给负责粉买好，胡椒粉买好了，他走路回家。他刚一给就请我给他查，他找不到他的车，他就报警。警察就问他啊，就问他讲，哎，阿贝，那你上一次骑车是什么时候？他就说，哦，那就抽半夜啊，骑车有冇？然后他就想，因为本来要调监视器之类的嘛，他就说，我就昨天骑车到我们家路口啊，然后就是买胡椒粉这样子。你这个要注意。后来就走路回来。这个这哎呀，你以后要顾好他。哎，莫给一斤哦，给一斤啊，给他闹斤以后呢？哎呦，给扯以后呢？我爸记性超好，真的。所有的开早餐店的那个所有器材用具或者冰箱什么，都是你，都是我爸杀价，都是我帮我用，我跟他筹备，跟他开店，因为他有时候租房子的问题，有时候会转换店，一次再一次，好几次。
嗯，是这样，简单的讲。他抱怨了，嗯，不是抱怨，让他这么辛苦，真心的那个。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真的。哎，讲真的啊，今天大鹏，大鹏有一种父亲节，张宇爸爸，将来双拜母亲节，还没做啊，有弟弟有唱罗妈妈来嘛，想让他说一些这事情，我也觉得很开心啦。你很开心，他吐槽我。我也开心了，就这样，就这样心态，就这样你就对，就这样心态想。他有点M属性啊，有被虐待狂的。莫拉巴正给你神气啦，对啊，那是因为他的风格，所以延续到我们下一代。不是说所有的父母亲都有得会应该要他念修一些的，不过我们家不是，他们都是很 open mind 的这样子。那今天好像爸爸有亲手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要送给吉娜啊？送不来西式的饼干。西式饼干，送不来。等一下，等一下。哦。你们平常很少见面呀？不会啊。不会吗？还可以啊。早期比较那个了。早期怎样？早期这样啊。是一年两年也是早期。是。哦。在大概一个月见几次面？那个他们现在时间上比较那个比较忙，他有一些为了工作好几个地方要那个奔波，真的时间比较少啊。只要有时间，他们姐妹啊、家人啊都会都会回来陪你们了，就回来哈。啊，指定还要在我们家里吃便餐就是我妹都会在家里吃，不用钱，当女儿贼这样子。他就是如果要招待朋友的话，说来我家里爸妈会煮。连阿邦啊，每生意都会记得去家煮，所以自己会摸索。所以彪哥，你今天去家手工做的这个饼干，我送本来啊，我送本女儿，就是还是打开里面是馒头，把大家分享，大家分享，还是里面只有一斗啦，打开是现金，哇，我马上辞职，谢谢，大哥，有两片是年。给大葵了啦！哇哦，几种口味了哦，坚果，哇，好香哦！一兜呢？对啊，我爸其实真的很会做西点，有芝麻，他开面包店的，开玩笑。开面包店的某一天一杯粥哦。我他送你的，可以，好了，吃光了。呛吃，等一下请后面老师吃。这个是咸的，那个哦，还有咸的芝麻跟丁香，丁香鱼，还可以哦。就很真实、很实在的一个，很真实哦，不会偷工减料。没有，彪哥说还要放酒，还要放酒啊？我们做的容量哦，会放到不用酒，半瓶或一瓶的那个。哦，这么粗哦，本这么粗，或者白酒这样。所以你就是要送酒，酒味不会醉，这个警察都会通过的。谢谢你啊，你是好吃哦。那有做来卖吗？现在俩没嘞啦，没呀，体力有限，有了年龄哦，我们活得那个健康一点啊，是时间上哦，我们是快乐健康。那公司采访阿飘哥一下生意，那当年商业时间啊，因为阿福卡州就是卖开面包店嘛，有一撑呢，有好几年没有住一起。哦，那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在北部那边开，我自己住板桥。不过当年商业时间啊，爸都会做给乱狗，一直到我就是回来帮我过生日这样子，一直到我们家没有开面包店为止，我都有蛋糕可以吃。吃到黑暗。就是每年你们的生日他都不会忘记，就对了。对啊。现在没有开面包店哈，我们是每一年都会出去，家人孙子都会聚在一起，连孙子都一样，他孙子我们也聚在一起。对，这个啊，要珍惜啊。不过从小都太因为开店的关系啊，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也还看天样。就会有一年公爱上映，我生日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全家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有一年给上映年梦，后来就那时候你几岁？应该已经高中。大学不止了，出沙飞了吧？出沙飞，应该才全家一起去看《翻滚吧，阿信》给莆田羊，MD 的。哦，所以你就爱上了彭于晏。彭于晏谁不爱？哇，真的，今天真的懂有几飞哈，还有要找几飞做的油腔都飘哥来都。阿飘哥啊，阿飘哥天空啊，感恩感恩。
感恩的制作单位啦，制作单位啊，主持人啊，这些乐队老师哈，他们真的很辛苦，真的忙了，现在还在忙。是，真的要有这种心态来感恩，对，感激。我们差不多了啦，差不多，让他们下班了。下次明年的父亲节你再来，好不好？父亲还来哦。还来啊！再来啊！再来唱，再学一点新的歌诶。好，他说新的歌再来唱啊嘞。好像在家里看也一样。没黑了。对啊，今天祝阿彪哥爸爸节快乐啊！祝你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谢谢。祝所有的爸爸节快乐。天赐给前面所有的朋友，大家祝哈爸爸节快乐啊！看睇廿两集礼拜嘅节目内容，系唔系感觉到所有嘅阿爸都当厉害咧？希望大家都做得了解做人爷儿嘅辛苦和付出。稍下来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欣赏精彩嘅音乐会哦。可是你还拿走人家第一次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拿走第一次？对啊，你第一次给罗哥什么？什么我拿走？往事不堪回首。而且还在这个棚，你还让秀晶姐哭哎。这个棚，对，就在这个花市这个棚，你让我哭了，你忘记了？我让你哭了。老爷。音乐飞哇！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啊，做的有唱到一位啊，好老歌曲的金曲歌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的唱歌本太淡。梦唱嘞，谈过还同有一段爱情，没啦，有一段故事，有一段过往。爱同伊当叔啦，伊叔啦哈，从生啊都看到他呀，从生哈，哎呀，哦，结识，青梅竹马差不多，差不多青梅竹马，不过根本应该给 T 一百嘞，客家电视台，对 ，T 一百的出题，就原本嘞你的节目咯，那你大擂台哦。分享自己新专辑，哇！他个唱到佢唱歌，一点都非常的欢喜。啊，先来唱佢好好唱歌啊！哈，等下好好放满几下咧。好了，欢迎金曲歌后庄小琴。我
情就放你去，我要赢没贵翁嘞，不要乱拜了，拜完会折寿呢。你是没有看到人家国际的那种，就是崇拜，这首是一种崇拜的意思。冲得太厚了嘞，唱得太棒了。日本人是都这样啊？没有没有，过往是要这样。喂，家属啊，没有。哎呦，真的，给你们在捧着的油腔都秀清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哇！太卡好，太卡好，太卡好了。你是太卡好，太卡好，太卡好，太卡好。好，嘿，头前加调。开嘎嘎好，开嘎好。哎，爱嘿钟秀清，钟秀琴。爱嘿钟秀琴，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其实我半个客家人，你知道吗？真的哦，那你就客家人了。你不要迁东迁西，好不好？没有没有，真的真的。来到我们客家电视台说你是。哎呦，我骗你们干嘛啦？因为你哪半个？哪半个？你听我讲嘛。住在屏东的猫鼻头，猫鼻头呢？对呀、啊，屏东每一都哈港人啊。我是屏东人，没有错啊，我屏东人、恒春人啊。但是我嫁给我前夫一客家人啊。哦，前夫那边算就对了。因是海迄个苗栗那边啊。哦，对啊，我都有等于祭祖呢。哦，真的哦。对对对对。啊，你嘛是有算啊？一日一日夫妻百不是，一夜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对对。哦。你现在已经嫁了。另外已经嫁为人不要再讲过去了哈，不要再过去没有啦，阿根我跟没有前夫还是好朋友啊，对啊，他既然成为曾经成为客家新 Q 啊，就要新 Q 啊，一日为客家新 Q， 终身为客家新 Q， 金不一张与吉飞油呛都，哎呦真的，不管怎样是客家好朋友，听不哈，听不刮操，我们偷偷讲你坏话，不是不登山宝殿，新专辑啦，新专辑，恭喜秀清姐。对啊，你这新专辑才会看到你啊，乱讲，我第一次来上你们的节目。对啊，二十几年来才第一次来。啊，你们节目做这么久哦。21年，21年，不容易呢吼。真的啊，常常换人嘛。没有没有，主持人常常换，女主持人。女主持人，罗哥在这个节目，我知道啦。对。你怎么越换越大漂亮？怎么样？大象，大象，你的鼻子好了，秀清姐，不要那么入戏。我告诉你，到时候他们帮你安排音效，我也比较好，越换越能唱，对不对？好，这从这次新专辑一年发一张嘛，真的差不多哈。对啊，一年发一张，然后屹立不摇啊。你看出道到现在30几年，快40年了，对啊。每一年几乎都有出专辑，表示实力坚强。你讲红过的歌有多少啊？哎呀，牙齿靠亏。他讲说四十年，好像你在介绍阿妈哟。差不多啊，你看你这专辑里面，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当第一次的师兄妹的时候，你带我的那一次，你记得吗？哦，那时候我那时候我才17岁。我才16岁，所以我才17岁那时候就认识了。对，你们差1岁而已，未成年呢。啊，真的？有怎样吗？刚刚有说到，怎么有可能？我眼睛有过一段呢。对，秀清姐也是长得很僵，好不好？哦，没有，她小时候也是很恐怖。你讲我多恐怖？你可能看过素颜呐？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以前牛哥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还是有稍微忍一下，稍微这样而已，这样挪一下。他跟我们老板娘说：“这个新人怎么做造型啊？好难哦，你记得吗？”真的呀？不会吧，秀清姐？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跟你长得有点像，很漂亮啊，对不对？不是很漂亮吗？他以前
哦，对对对，以前也是这种妹妹头，然后妹妹头，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减龄，很可爱。我这减龄发型啊，又漂亮。对啊，不是吗？对啊，是啊，很时尚啊，我也很爱。秀晶姐，你期待我怎么回答？讲这样可以吧？就下一就是很漂亮。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大概同时进入那个飞林唱片公司。对哦，你是7C，秀晶姐是6C。飞林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哎，很大一间，算是非常大的一间唱片公司。你看金八点、金佩珊、林淑荣、哇，王子雷，哇，有没有？还有张立民早期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们都还没进公司呢。还有一个米雪。对，还有蓝港星吗？还有蓝心湄，哦，蓝心湄，徐仲威，徐仲威现在是新加坡的一个国际银行的一个总裁。哇，我好，我鸡皮疙瘩起来，很多堂哥哎，然后还有，不为我的年纪惊吓，还有牛哥嘛，然后呢，所有大家都好红哦，哎，就我们公司做到我这边呢。我们公司就倒了啊！真的就收了，没卖掉了，不是倒了。那时候有转手，很多国际公司开始进来，他就收购一些本土的唱片公司。哦，是这样，我以为是被我唱倒的。对对，没有你的歌那么红，你不要妄自菲薄啦。对啊，你唱那么低啊，他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就进来公司，就是一个小女孩嘛，然后就是哎，那我就松松啊，就很怂这样，住在公司的楼上宿舍哦，哎，然后哦，你也像男团一样住公司宿舍，就公司有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住，然后哎，就看到一个小女孩来公司，就觉得我是这样哦，这好像长得这种也是有点其貌不扬的，哪有？我问公司啊，一共的时间呢？真的，你比我漂亮太多了，真的，我说。实话，你知道我那时候又黑又大口又胖，然后呢又讲台湾国语，你记得吗？他很有礼貌了，但是他礼貌过头哦，你会觉得哎呀很世故，是小女孩。可是我们乡下从屏东上来啊，对啊，家教好，对对对，他就人家家教就是教说要有礼貌，他爸爸妈妈就有交代他说你上去碰到任何人你就要叫哥姐叔叔，对伯伯，然后就看到我叫我叔叔。德哥17岁真的长得像叔叔，他生气的点是我遇到他我也叫他叔叔你好，我叔叔你好。你靠腰嘞！我才大你1岁，都叫我罗叔。可是罗哥，你17岁，我看到你会叫你叔叔，真的跟胸片清楚的，是不是？你立马老在蛋呢？他真的老起来肯不是吗？可是你还拿走人家第一次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拿走第一次？对啊，你第一次给罗哥什么？什么我拿走？往事不堪回首。而且还在这个，你还让秀晶姐哭哎？这个棚，对对，就在这个花市这个棚，你让我哭了，你忘记了？我让你哭了，你想想，让你湿了就。对了，眼睛湿了，没有，因为是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以前只有3台，那因为呢，3台你要新人要上节目很难，非常困难，然后都是要前辈啊，像牛哥以前是淑荣姐，林淑荣带他，然后后来呢，他就换他带我，但是呢。我应该是唯一你没有带红的吧？他带我上过很多节目，还有徐哲伟，我也没有带红，林珊我也没带红。你太强了啦！不是不是，出去就赢我们。我们才说过罗哥是反指标，他带不红的后来都会自己红。哎，对对对对，真的，我反指标哎。对啊，原来你这么毒。哎，蛮毒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哭？然后为什么第一次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呢，好不容易呢，等待已久，然后呢，终于。化好妆漂漂亮亮的，然后以前你记得吗？那个节目吗？漂漂亮亮这个对，然后大家排排站啊，以前都歌手都要排排站啊，对对对，哎呀，就钻石舞台嘛，哦，瓜哥跟节目一哥，嘿，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排排站，然后全部呢，我们都好开始的灯亮了，然后准备要录影像这样子，然后我就好高兴，我就说我的旁边，哎，是林淑荣哎，然后右边是罗时丰哎，然后后面是叶爱玲哎，然后谁都是大咖哦，全部都是当时红极，我不能说红红红片台湾啊，很红的，很红的。然后我一个小妹妹，然后也就是新人嘛，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然后突然要录影了，好来6秒，4、3、2。六秒，我听到六秒，好奇怪。然后
然后呢，上面就有一个男的，然后我不认识他，他就突然这样，哦，之前哦，他就站在那上面，哎呦，然后呢，就是从上面喊下来说，那个人谁发的？然后大家就在看彼此，就谁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还在身在其中，一直想说，哎呦，好多我的偶像，我好开心。上节目，对对对，我也不没有在听他在干嘛啊，就是你还在看别人，然后我们宣传C轮就这样从那个暗处，然后就从上来之后，帮我说，秀清，他们说的是你，我们回家吧。真的要改？我就没有录了吗？对，你忘记了。我真的忘了。然后我呢？那时候你没有安慰一下啊？没有。你他真的没有安慰我，真的哈，真的没有。我就在旁边说有力啦，你知道，你当下哈就是脑筋一片空白，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都在看你，大家都在笑你，然后你还是新人。还不红，然后你那个自尊心你知道我很想挖一个洞钻进去，然后呢我就整个这样很为了面子哦，我还忍住泪水，我还这样还假装哦，其实里面已经哭极了，然后呢心已经碎了，然后我还这样啊，这样忍住泪水然后走出去的哦，我都想流泪了，我天哪！所以你看啊，那一次的打击，后来造就了你现在的歌后级。真的，我也这么觉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那个人。对啊，真的。然后呢，其实我非常的感谢牛哥。以前牛哥我不红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很穷。然后呢，牛哥啊，他如果有秀，他就啊，不能笑。有秀呢，他一定会带我去，就是他会推荐说啊，我有个小师妹，因为他跟我有合唱歌曲。然后呢，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就被你开车嘛，然后你就载我，然后我们还去山上，因为那个场子越讲越不对。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可以讲的吗？不，等一下，等一下，你听我说，那个庙，那个庙，让观众朋友觉得我很没眼光。哎，罗嫂在那边手叉腰，哎，那不要补上去。你想到哪里？我们去山上唱庙会，然后是周美仪、周姐叫你的。哦，主啊！对啊，周美仪、周姐，对对，那时候，然后重点就是啊，你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只有 BB 扣，所以呢，我们就一直问路人，然后有一票那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男生啊，的咖啡厅，就是那种类似那种小混混那种，然后就看到哎罗时丰，罗时丰，然后你就问他们说哎那个什么庙怎么走，然后说哎来。跟我们走不，然后他就把我们抱到另外一座山，然后你忘记了，你就对我，我跟你讲，罗哥连参加国庆晚会他都会忘记，对，所以我都记大事的人，我在记你们这种芝麻细节的事情干嘛？对不对？你在那边，你是什么大事小事都不记得，好不好？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很感谢牛哥，那时候都会带我去去看，就是有机会就会带着一起去。对对对，然后他自己也优秀了，真的。哎，罗哥没有随便的。刚刚那前面那一首歌，很多歌手来，就是这个音阿吉高奎，阿吉高奎，哎，他是现场呢，对啊，自带 echo 哎，对啊，真的。你到现在五十几岁还那么会唱，你很厉害了。我五十，你别敢讲出来啦。大家都嘛知影你，你阿弟上班了，你咧。化妆有减零十岁，不要长四十几。哎哎，你还补上去？真的，懂不会冲啊！谢谢啦，真的好会唱。我就出席要来唱歌。那你们师兄师妹，你们应该有合作吧？罗哥那么多，出了六十几张专辑，合作的歌有合作过什么歌？可以今天现场表演一下吗？第一首是《珍重我的爱》，珍重我的爱哦。还有吗？还有吗？珍重我的爱很红哦。明知道不，明知道不应该介入你的情海，我的心早已经有另外的一份爱，无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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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的债我一辈子也不明白。网络上应该还可以找得到这首歌，但是 MV 的女主角不是她，真的，男主角是你吗？为什么？男主角是你哦？为什么不是我？我现在要问你，我不知道，你有重拍吗？没有，因为我告诉你，因为我还要打马赛克。
我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哎，那个年代，我跟你讲，秀晶姐一出来，我跟你讲，等一下，你知道吗？以前呢，他带我上节目，你记得吗？那时候都还有一个布帘，然后下面打一盏灯，然后呢，主持人就会窥说，哎，罗时丰，你那个师妹是见不得人哦，怎么都躲在，你记得吗？那个时代的一个宣传手法，因为歌手声音很好，很棒，嗓音以后先从声音认识他，先认识哇，让大家惊艳说，对对，哇，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会想要去寻求，有一点像饥饿营销的看他的这个真面目，然后我听到，哎，对对对，好听啊，然后我去买，就跟周慧一样，那时候周慧她也是就是用声音动画，哦，她是，啊，然后她的封面是用画，对，大家就很想认识她，插画师去，对对对，那是一种形象。我记得我跟她合唱的第二首歌是无言的结局的。台语版，台语版，哦，好老歌诶。不是我无情，不是我无爱，不是我嫌你歹。干嘛要永聪？是真的歌词，真的。然后每次他那个拜，他就会看我一眼。那你要怎么回他？没有，那时候他是师兄啊，我哪敢啊？我只能暗骂在心里，我只能忍气吞声。那个是诶，他的写词人真的这样写，他们改的啊。那不是你的错，他们是看着这个对唱的人写的。你现在撇清就对，这么实在啊？不是啦，喂，秀晶姐不会啊，其实不会啦。现在什么时代了？拜托一下，对嘛？我们经典歌后哎，对，那还有其他合作作品吗？哦，太多了，选一首比较少合唱的好不好？哦，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下。对啊，这是这条，这首我们从来没有唱过，真的哈，没唱过，就是录完音，然后拍完 MV， 然后就没有，就再没有了，对对对。然后还要跟那个罗哥有关系的嘛，是用你的名字取的歌名吗？哦，是因为哎，就人家特别帮我写的一首歌，哦，真的，对，我就找把它拿起来，哎，我觉得它蛮适合跟我一起唱，对，蛮适合那个动物，因为你是大牛，他是小马，对，因为我就要像那个小马，马到成功，马字哦，去这个 YT 可以找一下这个歌，大牛还好听的，大牛还小马，蛮可爱的，那今天现场来唱一下，来，让我们观众麻烦一下。不过我小时候看节目，秀晶姐都是看她的模仿。来哦，来了，第一个，凤飞飞。三月安葬，亲手一回。来，感谢你。嘴皮嘛白白，红红的小嘴，目睭爱讲话。来，叶爱玲。三月安葬，头一天顶的。蔡秋凤。你的笑容实在真可爱，害我玲珑碎。那你们师兄师妹，你们应该有合作吧？罗哥那么多，出了60几张专辑，合作的歌，有合作过什么歌？可以今天现场表演一下吗？去这个 YT 可以找一下这个歌，大牛还好听的，大牛还小，蛮可爱的。那今天现场来唱一下，来，让我们观众朋友听听啊。小天老师优秀啊！三七步，哎呦，怕怕的怕怕的，到底是谁欺穿乳娘？亲爱的亲爱的，完美的我不可折寿。心拉自己从不失手。
歌，对对对。哎，这个 KTV 如果唱一定很热闹。哦 ，KTV 有这样？应该有吧？应该有哈。应该有，应该有。因为你们说从唱了以后没有唱过这首。喂，真的没唱过，真的。这么成功，难得有这个机会，他愿意来上我们节目的，喂，才有机会唱到这个歌。唱 KTV， 观众朋友会福气啊。对呀，对呀，没有啦，观众朋友的福气。而且我跟你讲，你来上我们节目是上对了。对，我们那些客家庄啊，客家天师台，客家人懂好唱歌的，哦，很喜欢唱歌，很爱唱歌。光这个客家的那个音乐班哈，国有班，国有班哈，大概有好几千个，最少最少2000到3000。哇塞！除了客家歌，他们还喜欢学河洛歌。哎呀，河洛，因为客家歌再怎么学，哎，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哈。哎，秀晶姐，你那里面拍的好像那个服装目录哦。对啊，真的，人家妈妈装。哎，你看我都。哎，你这个这么累吗？母亲节可以找你去那个。哎，真的呢。怎样？你看，这好端庄哦，好端庄。哎呀，哎，真的嘞，有钱。我觉得大家可以哈。我觉得可以找你去拍一些服装目录。对啊，你不觉得我很像张玉燕吗？谁？对啊。你这什么表情？谁？真的啦，张玉燕。你到底要像多少人？一下像林志玲，一下像张玉燕，也有像徐若瑄的。这一张真的啦，没有罗。我跟你讲，你可能来，你看，你看，老婆 Q 这里。哎，真的呢。对嘛，徐若瑄啊。哎，罗哥也很像一个人，你知道吗？啊，维里啊。他像人吗？他像维里啊。我像人。他 P 过就是很像维里。哎，有没有？有没有？哎，真的耶。你差不多站到小康老师那个位置就很像。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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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哎，先去华视门口，有啊有。没有化妆的维里啊。有啦有啦，个光头有嘛哦。哎，长得像就很棒了啊。哦。有荣幸有荣幸，对啊。惹到你客家天师团嘛？对啊。冲客家国啊。哎，秀晶姐特别为我们准备。客家国啊。嗯。一团嘛，嘿嘛。嗯。去看嘛，试试看。试试看啊！我，你知道吗？难为你了，难为你。哎，你知道吗？我这次要来上节目啊，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一段现在要唱的歌。哈嘎狗哎，个扑分哈嘎狗哎。上次林山也是啊，眼皮呀，哎呀，那选一条，选一首哈，哎，应该旋律比较熟悉的。清风的，清风的版本，什么版本都有。也是我们客家人所创作的。哎呦，邓宇贤老师。哇，对，是是是。四月望雨都是他做的。哎，是。十八姑娘这首歌，哎呦，也是他，也是代表作。好，那我们来唱《十八姑娘》。好的，好好好，好吧。来，十八姑娘，哎，三个版本啊，国语。好好紧张。还有客语啊，来来来。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呀，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呀，雪白呀，粉色的笑脸，粉色笑脸在晚霞。十八姑娘几朵花呀，几
三个，就会客家话，厉害的意思，厉害，厉害，厉害的意思，厉害的意思，厉害，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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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啦，拢会使，听好就好，听好就好，差不多啦，哎，好好听哦，真的，你会唱歌的，什么歌都可以，真的呢，可以再转音。你看刚刚他那前面那一首歌，他最后那个转音，最后那个牙齿靠，那个好，好厉害，对啊，那一句真的很难唱，对啊，那个转到那还要回来又还要流水，还要斗病，你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对，外太空又回来，很厉害，就9弯18。转到外太空又回到刑天宫，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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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然后又跟着香又出去又回来啊，什么东西？那是老师特别以我的声线去设计的，因为他觉得说我很久没有唱那种转来转去的歌曲，然后要让人家印象深刻，就设计了最后一句就是有记忆点，然后他刚好叫做呀。吟一口气，压一口气。嗯，对呀，啊，所有的乡亲要多多唱这首，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学会，那你就可以出唱片。哎，歌星有这么好当吗？学我们的歌唱老师哈，可以拿他这一首歌来教学生。对，搞好赏哎，就这哎，让学生如果可以让转。这个技巧可以学起来，我们就玛丽亚凯莉了，是不是？秀英姐就是我们何洛雨倩玛丽亚凯莉啊，那个转音。哎，不过我小时候看节目，秀英姐都是看她在模仿，就是我原来你歌艺非常好之外，然后你的综艺感也很好，就是模仿也很像，声音很多变，没错，对啊，太厉害。应该说我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因为我小时候就会模仿。小时候哦，就会我小时候是先学鸡、狗、鸭、鹅、火鸡，你们要听吗？都要学畜生，因为我本身就是畜生，不是？那你想听吗？都是动物，哎，那个火鸡呀，我们乡下就养那个火鸡嘛。我这火鸡还蛮多话的。哦，对对对，哎，火鸡应该要马上拿去宰了。可能是吧，正被两边架着要去上餐桌的那种感觉。哦，不是要听你模仿动物啦，对啦，我知道吗？想听你模仿人，罗哥也很厉害，对啊，我啦，还有那个凤飞飞凤姐啊，你观众朋友一定很爱看啊，对啊，可是今天酬劳那么少，还要模仿？什么？哎，我从台南来的呢，高铁费就好几千的呢。是啊，你今天宣传专辑嘛，当然反正酬劳会比较少一点，对不对？那重点就是我们的乡亲哈，我们客家乡亲一定要帮我广为传唱，靠苦，拜托拜托，好嘛，哎呀，多多支持，拜托拜托，这是我来的目的，我狗曲，哎呀，对嘛，好好好，对。那我们现在就来模仿，用一首歌，罗哥的歌来模仿，我的歌，当然了，对啊，哪一首？嗯，谁没安家？谁没安家？这首你看，哎，这首旋律你看，不连非客族、客家族群都知道。因为它也有何洛雨版的，按我那个口味，何洛在我们客家歌、台语的歌都很红的。来来来，老师，那就谁没安家来咯。好来哦，来了第一个，凤飞飞。谢谢你。吹起马白白，红红的小嘴，目睭爱讲话。专业爱你。西门安江，西门安江口，一天顶的歌。蔡秋凤。甜甜的唱，实在真古锥，害我人拢碎。蔡秋凤啊，继续啊。一声笑声。陈小云，我生嘛缘投多漂泊，一定我要找。好来，阿杰啦，阿杰啦，阿杰啦，够阿杰啦！来来来，请坐，看你哦。是。哎呀，你嘛你搞阿杰，我第一摆呢，阿你忙掉哦，哎掉了掉了。歌好诶。西门的安将，西门的安将，亲像伊。
开起啊白白红红的小嘴，目睭会狂话。啊，紧紧紧！阿杰拉的兄弟来了。哎，阿杰拉，哎，一起一起。可比地顶的月，比地的笑容实在真古锥，害我阿玲浪神。我来叫一声小姐，你到底爱的是哪一个？我是甲缘投无漂泊，已经无地找。感谢两位阿吉啦，秀清姐啊，伊出一条歌曲，对，叫做《赢一口气》，这块专辑，安怎？是我阿吉啦，有史以来上佳、上爱的一条歌曲。无啦，我这支手已经翘起来了，我阁有法度摕伊的手。我会使甲你买一块无？买一块，来，我只有35块，无36块。你是当对我讲？哈！哎呀！哎，我真的是为你们牺牲的，真的太牺牲了。对啊，金曲歌后，哎，观众朋友啊，系啊，要做诶，哎，安尼节目个，你看，味道安尼较感人，看。哎，你阿妹一种真的是为了大家精神，我觉得舞台上的艺人的表演精神，秀清姐 No.1。真的，谢谢，无人可取，希望大家都独一无二了，真的，真的，真的，一庄一协，对嘛，哈，有个冲狗，一庄一协，真的好厉害，哦，这样是还蛮好的，可以吗？一庄一协这样形容，对，可以哈，协，好，一庄，结果你喜欢协不喜欢庄啊？一庄一灰这样，啊，一庄一灰协这样，灰灰协，他没有到协啦，协，没有没有，协就是灰灰协啊。不是邪恶的邪，但是我的确，你不要曲解我意思。我的确，真的，我也是因为模仿才在秀场有机会表演。对了，因为我们以前在秀场就是要取悦观众嘛。对啊。那你纯粹唱歌唱唱，那其实可能。轻微冲扣能记忆点没有那么强。你说会唱，大家都很会唱啊。对。所以为什么小哥很厉害？他会中间会模仿，会讲一些笑话。黄色笑话。对他就是想要取悦观众。我以前去听小哥演唱会，我有花钱去听过，带我爸妈去。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唱完的时候，然后就带我喝口水，然后就开始讲黄色笑话。哎呦，你也会模仿？我不会了，不会。重点是发行新专辑啊，对对，你要去考魁。好，反正我觉得哈，一年呢能发一张，我觉得很开心，因为现在唱片公司越来越少，就很有福分。对，然后。电视台也这么多，对，而且现在也很竞争。其实啊，我可以新人辈出哈，对，而且我可以走到现在啊，真的也不容易。真的，如果没有相当有实力的话，当然，这真的，这真的，这个不可否认。对了，你要看啊，几回啊，声音歌像你好，真的，而且这都太稳了，而且真的，他唱歌刚刚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 A 口，真的，你是才发，我第一次听秀清姐的现场，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哈，我唱歌呢有个诀窍，因为我麦克风，我会去感受，我不带 EMO 的，我去感受那个麦克风跟我之间的那个感觉。哦，我把它当我的爱人。哦，就是那种把它当你的命根子，合为一。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拿捏之中。以前二姐唱歌也是这样啊，是，我是跟她学的。我后来发现说，哎，原来她为什么要这样抖抖抖？哦，原来她有音场的控制，对，声音的控制。最主要是我们家的麦克，你们的麦克风太厉害了，音响太棒了。哦，有一些我们是歌唱节目啊，当然要好啊，对吗？黑啊，其他的节目不一定。你们不要这样讲，其他节目不用，没有很多。然后要赶快，赶快夸赞乐队老师，小康老师，对对对，要不然他们生气，他们肚子饿了。对啊，哎呦，真的，也乐队老师也非常的重要，专业哈。对啊，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被 leader 是谁，是不是？这个等于是相辅相成。东亚小夫，东亚小夫，喂。
他很厉害，就是他唱歌自然而然，他会把它 mix 在这里，是混音，不会说混音，喉腔太多，或是喉腔太，他不是，他就自然 mix 在这里，然后出去就是哇，一个 echo， 很漂亮的一个共鸣，没错，太厉害了，天生歌手，真的不好意思，太佩服自己，哇，这个应该的，应该的，不要客气，这个歌没有大家传唱一下怎么可以？哎呀，他刚多多，今天来到这里一定要多唱几首吧，秋琪姐，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我的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呢。我们就是其实讲起来会有很难过，因为张燕青老师已经这身呐，啊对，在当天使了。然后呢，这算是他的遗作之一。然后每次我唱他的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他的歌好像就出窍一样。那时候我们两个以前合作过很多歌曲，我也唱过他好几首，望天草啊什么，他太会写歌了，什么 range 的歌他都很会写。那这首歌呢，他因为这首歌刚好他我唱录完音之后他离开这个人间，然后这首歌歌词里面的词意好像在讲他的故事。就是汤将阮放袂记哦，就在你看他在歌坛的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留下很多作品，多真的太多作品。其实是听到这些音乐就会记得这位老师，对，对，然后借由秀清姐的诠释，是是，而且你看我们这客家电视台，你看就非常包容，非常的融合，各个族群多元都可以，族群都演出群都州的糖豆，多元族群都可以听，那好听的歌，你看《葫芦歌曲》每周的第二的节目当中的陈燕本台嘎，未来我们要考虑请 Lady Gaga。好不好？叫他吊猪肉。罗哥，你要不要去卖一下你内湖的豪宅？你看有没有机会 ？Lady Gaga， 叫他模仿就好了。喂 ，Lady， 我不在雕了。哇，那张燕青老师的这首歌叫做什么？汤将阮放袂记。好，来听一下来。好来。用可爱的优点
拢是爱你的表示。心虽然碎，梦也已经醒，相信难免有一两声对不起，予阮双手总是放袂开。如果你我无缘再相见，一日过一暝，请你也毋通将阮放袂开。如果你我今生搁分开，一年一片天，请你也毋通将。声声对不起，予阮双手总是放袂开。如果你我无缘再相见，一日过一暝，请你也毋通将阮放袂开。希望过去所有。点点滴滴陪伴你，袂搁原地原地乱流，的时也袂手无寸。